黑芝麻核桃粉9.9一罐，宝贝们，里边没有任何添加剂、防腐剂。天气冷了，沏这么一碗热乎乎的。我这个一杯里边是85度左右的水，冲它是正正好好的啊。嗯，喜欢喝稀一点的就多放水，喜欢喝浓稠的咱们就少放一点水。拍三桶还送一个杯一个勺子，一罐是500克。早起不爱做饭了，可以沏这么一碗，特别省事儿。配料表特别干净，黑米、黑豆、燕麦、黑芝麻、山药、桑葚、核桃仁、黑枸杞，还有冰糖粉，剩什么都没有了。热热乎乎的喝点，胃特别舒服。这个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。里边是这样的小粉末的，我已经喝了半桶了，一沏就行，特别省事，开水也可以，用热牛奶都可以，凉水就是不好沏开，容易有疙瘩，喝点特别舒服。太炸裂了。